2023仲夏宝岛号系列活动，台铁局真机女王 CT273 串联花东线车站，在玉里站10:40起航。玉里镇公所为了迎接来自全国游客，也安排了蒸汽玉里走读小旅行。从上午9点开始到火车起航前的这段等待时间，由叶伯强老师、移居青年庄振宇还有李文瑞等3名导览人员提供以车站为中心的小镇走读小旅行，期盼游客们可以体验到属于玉里镇独特性和风土魅力。8月5号，2023仲夏宝岛号系列活动，台铁局真机女王 CT273 串联花东线车站，在玉里站10:40起航。玉里镇公所为了要迎接来自全国的游客，特别安排蒸汽玉里走读小旅行。从上午9点开始到火车起航之前的这段等待时间里，由叶老师、移居青年张振宇以及李文瑞等3名导览人员提供以车站为中心的小镇走读小旅行，期盼游客们能够体验到属于玉里镇的独特性以及风土魅力。追求的就是希望把我们玉里的亮点能够展现出来。那这一次也配合我们火车站的观光列车来到玉里，希望把我们玉里的亮点能够推展出来。更希望能够对全国的游客圈粉，并和其他停靠站区隔化，塑造属于玉里镇独一无二的限量版，也希望让全国的游客留下深刻印象，甚至感动，成为大家向往并且期待的地方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